人工学所办的活动，所有的社团活动，如果虽然有符合标准，100人以下，不管100人以下都符合标准，但是很抱歉，你如果没有办法把防疫做到位，我们要采取更严谨的态度，该停办就停办，严办就严办，不是因为这个标准你就可以办，就可以忽略了防疫，该戴上口罩就戴上口罩，该保持社交距离就保持社交距离，所以所有的社团，所有相关的活动，大家从严解释，所以这段时间是你们拜托要共同时间，大家一起来练拳。我们到6月8号，大家勤力的把这段时间守住。我们希望疫情，因为大家一起努力的合作，除了拉回来我们放松的心情以外，勤力的练队，我相信